猪油拌饭。我没有技能欸，我没有任何的东西欸，怎么办？他还是给我一堆猪。对啊，还是，而且重点是刚刚还赢了，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奇怪。好，走吧。我觉得对面的金发贝比你这个好看，你说我是哪一个？刚刚那一只吗？刚刚跟我同样的这一只吗？有 Q 版的、小孩版的跟大人版的，对，是吗？这样讲没错吗？等一下有两种版本，我都用这个版本，我觉得比较狗主意。哎、欸，敲影嘞、欸？不是吧？我还有四块。哎、欸，有锤子哎、欸。好了，我去暴打一下，我把这边弄爆。不然这个猪真的是有点太多了，卖掉又挺可惜的。反正这边又打折。对手应该会没体力，虽然说他攻击力加很多。你说这个吗？原本的角色吗？这是原版的、啊，然后他可以换另外一个版本。不知道他未来有没有 DLC 可以换个图片。其实总觉得现在出 DLC 换个联名或是联名的职业哦，感觉就超嗨。好，然后呢？看，你会不会给我东西太好？哎，很危险。走吧。超级危险！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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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局真的是去卖命的。敲，好吧，算了算了，手动卖。虽然说这会亏，能不能限定他不要攻击啊？啊，挺麻烦的。好了好了，亏一点。不要那么多了，两个就好了。两个加一个宝箱，我觉得已经够多了。再多，我觉得挺浪费的。那我可以撑到明天早上八点吗？哦，我在那之前应该就睡了。今天绝对睡，好不好？今天绝对睡。然后哦，大象符文，符文是符文是不是？放入武器槽，有25%几率晕眩对手0.5秒，冷却3秒钟。放入其他草有40%的几率在4秒内抵挡减益效果，放入背包生命值加30，干真的太神了吧！好像又发现一个新世界一样。这个能开吗？啊，这个再说，之后再弄。我等一下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颗嘛。所以我有8点幸运，看一下有没有8点幸运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消耗幸运，获得增益，然后又包含幸运，是不是？所以它就是不断的叠增益，但是我总觉得挺危险的。但是对手已经爆了，我还在看我自己的增益而已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合成了一下。攻击速度快 3%， 击中对手就加 3%。 真的假的？越打越痛，需要耐力的物品减少10。我、哦、靠，这个武器也太强了吧。等一下，难道说克劳德大剑真正的用法？我好像找到更香的东西。勇气盾牌，这边有个月光嘛，对不对？偷偷的浪费钱一下。啊、哦，不行不行，真的太浪费了，真的太浪费了，消耗对手，而且这个时候我应该放这里，这样他的速度还会再更快。那就再加4块钱，几丝不吃，太亏了。力量手套，我是不是应该要来一点？不对不对。力量手套不适合他。硬化魔药包包，哇，这个很像，有点香。等一下，击中对手时晕眩。哇，这啊，我全部都想要，怎么办？
在四秒内有 40% 的几率，四秒内抵挡检疫效果，最大生命值加40。哇操，妈一个比一个好，这太好了吧？是吗？等这两颗，早安。标题改下，倒数12小时。没有，标题我们就是按照开播的标题去讲。早安，朗朗。早安，早安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抵挡检疫效果，可是对手很像哦会耶。可是我这边很像有点危险，老实说。说危险哦，60级啊，完了，耐力耗尽。那个笛子，哦，虽然说我帮我捡啊，有有有，好，吼，然后又有一个盾，好，香归香啦。啊，我的那个包包到底在哪里？没有包包不能玩啊，真的真的没有包包好像玩不了啊。这个盾额外生成 30% 的耐力好像也不是说不行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是爆掉了。好，这个先不要了，然后这个换一下，这样可以喷两次，走吧。这个宝石好像有点可惜。好，开我们的笛子哦，真的超慢，刚刚忘记吹了，每4.3秒吹一次，可是这一根好像真的有点太强了，敲掉。你给我一个包包，那我们就是每施加7成检疫效果。开 ，OK。我们的暴击率跟暴伤，现在住驾在彰化社。住驾的意思就是今天在那边过夜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大头讲了你又找不到我哦。对啦，是没错啦，可是就是哎、欸，至少有一个哎、欸、可能会被了解的地方哎、欸，对。好，开满了，那我们这个换这里速度来12345，好想哎呦，没有包包啦，没有包包真的是哦，哎呦，给我这个，赶快给我包包，我就稳了，我现在已经稳到一个不可思议了。击中对手晕眩，好了，晕死你啊！施加20%，可是我也不会施加70%。问一下，没什么好施加给对手的。攻击速度快3，施加70%，获得60%盾，那就没有什么用啊！我还是要这个啊，对吧？然后等一下给我2颗，获得5点这个是可以那个，然后直接移除对手。其实吼。好，走吧。怎么多2个小时？我都会等个大款，一睡觉莫名其妙多2个小时出来。哎，反正就是时间在走，直播在开，继续弄就对了。哎，该做什么继续做。笛子3.13秒，很多很多。虽然没有之前那么无脑了，但这一对哦，终于给我。你终于给我，还可以，走！哇靠！紫水晶不是月光盾，物品获得30%，这些物品每得到12点获得1点魔力，被攻击时有35%几率抵挡12点。我的体力好像不多啊，靠背啊，我的笛子嘞？刚我忘记把我的笛子拿上来了。但是很像没有关系，哎、欸，他还没有把我打半血，我的幸运被他血光了，但没事。吼，对吧、啊？我的笛子完全忘记拿了，完全忘记了，可是人家也无所谓了，还不是很熟。有暴率，不是欸，我都这样子了，我就直接穿人家就好了，我就直接把它穿烂就好了。我还在那边，我还在那边一个一个打干什么？对啊，来玩什么派？超派。
3:28.4秒。可是我想要，我准备想说吃完这一局要结束的时候，不是，不是要结束啊，要吃饭了。结束了。我这个顾了那么久，从来没有办法用。好了，给我一个。然后又给我一个起司。剩下两回合。结果反而这一局装备没有想象中的多，就这样，又给我这个，这个流派还不错玩，对吧？但是，哇，这一把斧头，妈跟鬼一样，哦，所以说。他会冷却啊，那也还好。我今天100%晕眩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用。他总共就给你三个石头就对了，没有其他的石头。龙流，有了有了。虽然说跟刚那个不太一样，喂，161层，拜托。我现在唯一的弱势是我们的体力不够多，32滴。老实说很低，94滴，我的爆率只有 30%， 不用打太快，98 103，没有办法晕眩，好像不用晕了，我觉得我应该要换一下，可是很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换，给我一个鸟啊，吃这个，这个是减伤。体力少一点点，这个好像比较重要。然后是每获得5点，可是我也没有，其实有，那就再帮我加一点护盾吧。获得8点护盾，还会抵挡一层减衣。唉，走吧。哎呦，好，没有，是我们的铁站。哇靠，这感觉跟我之前那条有点像，然后会偷补血的。43。哇，400多，哇，他的血量，我这里没有补血，老实说，没事。我们只要晕到就好了。1.31秒打一次，198，对手也开狂热。我们速度是0.86、0.87。啊，我的回血好像不多，他会偷我的回血。哦，他这边的防御，哦，他的回血，哦，117，再一下，没体力，哇，哎呀，我操，最后一滴。好了，我觉得萨满还不错，萨满还不错玩，只是移除对手一个随机增益效果，感觉我刚刚好像也没得选，顶多就是在晕对手而已，不然的话就是加快也不对，毒吧，可能我刚刚多毒几下应该就可以把它毒掉了。对手的双刃斧690滴，有一个吸血，有啊腐败水晶啊，少这个，可是我腐败水晶放的是这里，7层减益。等于是7层减一加一点护盾，等于，可是要低于30%才有伤害哇！然后对手的宝石也超多，耐力回复啦，性转克劳德，没错，他还有克劳德大剑，真的是一模一模一样样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的萨满，我突然觉得萨满这个角色好像可以，光那些宝石放在身上就可以玩超多东西。